喵尼直播名场面合集，没状态了啊，补个血，横扫，我他妈，孙策也来撞我了，不用慌，撑，哎，躲，兄弟哦，一技能过来 ，OK， 帮我挡了，但是我会救你的兄弟，不用怕，不是说好要加饭吗？哎，过来，活了，不是，你们先打吧，我没状态了，我回家了。张飞还行，就那个吕布实在是太疼了，我都受不了了。一直在死，就能学着我少死几次，稳重点不行吗？ Oh, 哎呦我操！哎呀，被击飞了，不用慌，还能扛得住。踢起来，往后滚，给他一扇子，等我一个强化普攻，靠近闪现劈，你小心点。哎呦，有蓝天王，你看着点，你别乱放技能啊，没有用啊这。没事，我走了。啊！对面这个蓝是不是没打完呢？哎，我的。怎么还嘲讽上呢？你扛不扛得住我这一剑呢？啊！哎呀，我操！嗯，贴脸肉搏。你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大爷！啊？过来吧！这什么什么操作的是？这也太有喜感了吧！哎，你还敢给我一炮？他没了，兄弟们，再见，鲁班。哎，哎，我网呢？啊！我网哎，没他死了。哎呀，我的家家没了！孙策也来撞我了，但是抱歉，我灵活的很，一来二去，哎，下不来。一哎哎哎哎哎哎！我靠！小香被解了，不用慌，先跑，他们应该追不上了。注意干将，扎不着，死血逃生就是极限。这边哎，我死吗？哎呀操！哎呀，哎呀我操！哎呀老登，你别搞我了，他肯定有大招我。哎，没状态了，回去补血，平 A 平 A。哎，慢的孙策，这个时候就已经走。像我这样的高手只会开大招，直奔上路。兄弟们看好了，什么叫做撕血反杀，一套控制，不要眨眼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草里会有黄龙的答辩啊？兄弟们看好了，他白打，这蓝肯定是我的。三二一，哎，把你先踩了，没事，不疼，算了，不踩。你以为能杀死我？开玩笑，左右。哎，怎么不动了？别，网卡了。哎呀，哎，躲，不用慌，不用慌，不用慌。哎，哎，打不着，哎，打不着。嘿嘿嘿。